不知道怎么用，刚好今天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做教学示范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在做什么？我在补唇蜜。你就知道嘴唇多么重要了。你要这样子，女生不能这样拍，女生要这样子，要要。对，我录影都是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我们请了可可老大来帮我们教学一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其实要问黑仔熊一个问题。好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你知道你没有女朋友敷这个完全没有用吗？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要亲亲用的，你没有对象，你敷这个干嘛？不，我。你要亲谁？亲墙壁吗？这东西是给非单身狗的人。才刚开始录三秒钟我就后悔了，你知道？你这还不如敷眼睛什么？你敷嘴巴太浪费，你嘴巴就拿来吃饭，吃饭食物不需要感受。好，那你敷嘴巴，我敷眼睛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嘴巴会，你眼睛会一个嘴唇在那。其实它这做那么大，这外面不便宜，大家就见仁见智使用。因为这个通常都是有对象的人，希望在接吻前，对方看到嘴唇的光泽亮度有没有，就是 juicy juicy 想揪下去。你这是唬我？没有，这是真的，不然干嘛要做这个东西？请问各位观众，你们看过他的嘴唇吗？你们有放大吗？不重要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他为什么要寄这给我？我也很好奇。哎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。我不要。怎么样？你听一下啦。你就强迫我听吧，好啊。这是我第一次敷唇膜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这很贵，我买不起。开始录影前你讲的好像很常在敷一样啊。敷你的，你先小心拿出来，因为它有一面有水。对对对对，这些都是好的汁液，赶快敷在脸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赶快。你好像在搞脏东西在我脸上的感觉，油油亮亮的。油油亮亮没有，这是敷完嘴唇以后，你还可以敷眼睛。看你要敷哪，不要浪费。面膜用完还会敷身体的带那个概念。你真的吗？真的，正常面膜敷20分钟，可是这个应该10分钟就可以解决了，搞不好一敷上去你就受不了。它连滴都不会滴耶。首先你嘴巴先放松，你可以。什么叫嘴巴放松啊？这什么概念啊？你一直讲话，我要贴哪里？放松。你不要这个脸啊！你这样子弯着，我要倒过来，因为这样子嘴。哦，不动。好，然后就这样贴上去。有没有像可达鸭？哎喂喂，好了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片其实就是我撕下来，大家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抽中这一片。好，可可亲过的唇膜，耶、yeah! ！就这样子。哎，可以讲话了，可以夸张一下。就推着，这里有一个洞啊，还可以塞食物。谁要录这个时候来吃东西了？哎，我真的好疼，可以跟大家说拜拜。可以讲话了，可以啊。嗨，好，感谢可可。耶、yeah。我觉得敷脸比较好。你今天是不是没洗过脸？可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，其中一边是黑仔熊。脸上的油脂都在上面。是俄罗斯轮盘吗？还有胡渣。我明明昨天才刮过胡子，怎么被骗？记得按赞留言哦，好，订阅黑仔熊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可可酒店的 YouTube 频道。